我先说一下我今天这个牌组的组成是怎么组的，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啊都会去组什么嘎啦嘎啦哦，然后还有其他有的没的。那因为我是要速成法嘛，所以呢我就是主要的话就是一样丢怪力系列的。那最关键的话就是这两张牌，这两张牌的话我最后选择喵喵，我自己玩起来是最顺的，只要一颗能量，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从牌库中抽卡，然后再搭配精灵球，再搭配大木博士，基本上你要卡真的是非常碎，我感觉胜率是蛮高的。然后其实他也没有到很靠赛，他强的地方就是真的是速成就很快，因为他只要三个就可以打120滴伤害嘛，只要你是后攻，然后呢你的手上又有腕力的话，那基本上你就已经赢一半了。打牌靠赛，轻松自在，真的就像我昨天第一场就遇到那个小霞三颗星啊，这个头很痛啊。把喵喵换袋子会比较好，就是那个是比较平常大家会用的玩法，我就是玩快攻流的。哇，这要全部都放上来吗？不是，他现在这是什么意思？他现在这个意思我看不懂哎，你们有看懂啦？他的现在是什么意思？一能就能打我，没关系啊，可以打我啊。一能打四十，不要有红牌，不要有红牌，不要有红牌，拜托拜托，不要有红牌，不要有红牌，不要有红牌。结束了 ，Game Over， 各位 ，Game Over， 一拳超人要上场了，好 ，Game Over。我也是快攻队，这就是拿喵喵的关系。虽然我这一场喵喵没有取得什么很大的作用，但是他帮我扛了一刀，好不好？这个牌子我觉得很算是比较无脑啦，就是除非运气很差，运气很差的话就没办法了。这个差不多是照那个。照那个小霞队的那个运气的三分之一吧，小霞是要全运气嘛，对不对？是什么意思？无法使用招式，对，受伤了就只有喵喵，没错。
来喽，要再揍一个小朋友喽。我是想要把他赶快揍掉啦，不然他我怕会有意外。哦，所以我要先把他揍掉。有时候呢，玩这种牌就不能犹豫，该揍就要揍，不然呢后面有意外，你要挽回都来不及了，懂吗？这副牌组蛮好玩的啦，大家可以玩玩看。一拳超人，我是后手嘛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，我现在有豪力吗？没有。没有豪力的话，我就一样，我就先摆这样。我想一下哦，先这样好了。因为场上的话没有哦哦，他是嘎啦嘎啦组哎，因为没有豪力啦，所以我现在这样子有点，我先摆腕力上去会有点尴尬。他的话就是组合比较多，哦，来看看啊，有豪力我腕力就可以上场了。好，没有，还需要先放上去哎。好，先上场吧。我想一下哦，因为我现在一费给他。好，先不要上场好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呢，我现在呢一费给腕力，就算下一场出豪力，我还是没办法用豪力输出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我们下一场再给他好了。你那只全图用坏哦，来了，来了。那我这时候再出腕力，这样的话我的能量才跟得上。因为有的时候你能量没跟上的话，人家看到你的牌这样子，他会用纳兹把你换掉。好，这时候有另外一个腕力，另外一张牌很棒，因为这样的话他用纳兹，你就不用怕被换牌了。哦，我看一下哦，他现在应该也没豪力吧？有的话刚刚就换了。我再打他一下，他的嘎啦嘎啦起来了吗？50滴，然后我下一个回合他把我打死的话，我就可以打他50滴。我想一下，我要不要补血？20滴，好，我补个血，再撑一下好了。再补，我想一下。好，再等一下。哎靠，我按错了啦，我没有抽牌啦，完了完了，白痴失误，我完了，少抽一张牌。哇，我豪力被洗走了。豪力豪力，哦，碎碎碎碎碎，好险好险啊。没事啦，算了啦，要这样是不是？我生气了，他没豪力啦，我就先不洗他牌了。你这样子对我，我生气了。好，我现在很生气。我跟你说，下一张牌我的怪力来了，你就完蛋了。一拳豪力，嘿嘿！敢揍我喵喵！而且我发现喵，原来喵喵它斗属性弱势哎，我现在才发现。嘎啦嘎啦，长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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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反正我们两个都靠赛嘛，找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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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，没有，零零零零零零，哎，帮我刷零啊，各位！
想靠赛呀、啊、你想靠赛呀、啊、我是真实力一拳超人。好，我看一下哦，五十五十 ,OK,OK、okay, okay。哎，我想想啊，先养另外一只好了。然后他的手牌有点多，我给你洗牌。等一下，再给你一拳，送你一拳。好，下一张，下一张来个怪力。送你一拳，哎，各位零零零开始了，该刷起来了，赶快帮我零，快点，他要嘎啦嘎啦了，完了，他如果抽中，他如果中两颗，我就 BBQ 了。零零零，观众零，快点，零零零零零，啊，不要不要，一颗就好，好碎。好，怪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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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托，来个怪力好不好？来怪力，哇，完蛋了！啊，完蛋了，各位，怪力太慢了。啊，现在我要撤退了，不能揍他了。我知道可以换啦，可是怪力真的太慢了。然后我想一下哦，我要把它送下去吗？我想想，我先送它下去，好像没有意义耶。因为那只不对哦，我看一下哦，这只打我的喵喵才五十滴。好，等一下，打喵喵才五十滴，这只就要赌它会不会闪到正面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它打我喵喵这个，哦，好好好，先这样，我就赌怪力了，我只能赌怪力了，各位，我要赌怪力，它把我喵喵送下去之后，我要赌怪力让我上来。好，没读到 ，OK， 没关系，要这样没关系。嗯，啊，他要撤退，为什么？他要送我喵喵下去、欸？哎，这个懂哦。送我喵喵下去，然后如果说我怪力出来的话，他要把我的，他要吃我的怪力，这个懂完。好，我再想一下哈，二十点，那他要送我这只下去。嗯哼，我现在没能量哎、欸。我现在撤了，我也没有三个能量可以揍他，所以我再给他揍一次好了，我再给他揍一次，好，我再给他揍一次，我想一下哦，好，我再给他揍一次，给他腕力吗？好，撤退，不行，腕力撤退的话要两费。我没有撤退药了，我再给他揍一次好了，只能这样。然后我要拼把他的嘎啦嘎啦搞死。因为我送他腕力的话，我腕力下来要两颗，要两费，我养不起来。哎、欸，怎么对我那么好？啊，不对。哦，来得好，来得好，不错不错。
我还可以再撑一回合。我觉得有料啦，有料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他只要场上不要再放一个基础宝可梦，我就赢了。哇，完了！他等一下会换婉丽上来。嗯，有点尴尬欸，我想一下啊。不行耶，我现在送他下去我就只能跟他赌了啦，各位，这一波我只能赌了。好，不行哦，不行哦，对啦，我真的只能赌了，跟他赌了，真的赌他，赌他骰不到，赌他零零好不好，等一下帮我喊起来零零。来吧，只能赌了，只能赌了，没有100%，我没有100%的玩法，就只能赌了。来，揍死你！等一下哦，来揍死你！这个没办法。各位，玲玲帮我刷起来。玲玲帮我刷起来，拜托！他有种跟我赌啦，赌你玲玲啊，我现在跟你赌，你一零也输我，好不好？你一零也输我。我这边我赚三，他有3000多赚。玲玲帮我刷，玲玲一零，玲玲一零，不要两颗就好，不要两颗我就赢了，不要两颗我就赢了。零零一零零零一零，没有用啦！你90D有屁用啊！不要挣扎了，零零一零零零一零零零零。你们不觉得这样很好玩吗？就是很刺激啊！要么就是我一拳给你死，对不对？要么就是你一拳给我死。对啊，怎么办？你不要放这个。对方是什么牌呢？哇，喷火龙哎！哦，很棒很棒，他帮我洗了牌，好力婉力婉力，哎呀，可惜，来个婉力就好了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各位，来个婉力。哦，可以，婉力来了，然后来丢这个啊，我想一下哦，他要靠赛，我要不要直接上？我是不是要直接上牌？我在想，我要直接给婉丽能量呢，还是要让喵喵抽卡？让喵喵抽卡好了。可是我怕让喵喵抽卡的话，它又养起来。我想想啊，这个很重要的。好，让喵喵抽卡。好，让喵喵抽卡。
好140也要哎，他上去了啦。而且我觉得那个火鸟的那个火鸟的那个翻硬币啊，感觉几率都蛮高的哎，就是至少都会有一颗，所以我觉得火鸟它集能量真的很好集耶。该不会000吧？啊、哦，算他黑。刚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没看到啊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有了，我有了。火鸟没杀，可是他要养后面的喷火龙很好养。哇，他直接上楼哎、欸！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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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还衰，我刚刚前面两场我已经觉得我很衰了，他说我爸比我衰。我要先揍他的喷火龙，要先揍，我要揍他喷火龙一下。因为我怕红牌啦，我真的怕红牌。我刚刚原本是想说先揍，对不对？先揍他一下的话，就是别进化，先揍他一下，那至少说他换下来，我还有那个，你懂吗？因为我真的会怕红牌。那怕红那个红牌一出来我就没救了。再一个零零零，杀起来零零零。零零零。对不起，他比我还衰。死得好惨啊，他真的死得好惨啊，他都不知道他怎么死的啊，各位，他喷火龙一颗能量都没有啊，赚烂了，赚烂了。影片就到这边咯，想要跟若凡互动的话，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哦，别忘了你们的按赞订阅小铃铛是若凡的动力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